欸，昨天是讲老实人吗？这个有点强哦。蟾蜍王，蟾蜍王你真的太猛了，你知道吗？蟾蜍王，哎呦，蟾蜍王跟他单挑，天哪！我们咋办来攻击的游戏啊？哦，我觉得自从有了蟾蜍王，你知道吗？根本就是一个无对手的人啊！蟾蜍王，你真的太凯瑞了。哎、欸，他今天怎么没有刷到五星呢？嗯，这么衰。哎、欸，老师可能明显过。黑袍法师，这边还有那个高塔。蓝色低端奖项比较多的样子，感觉这很像是在限定的时间参加就有效哈，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。这个我不想搞，这个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鬼啊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子吗？哇塞、欸！所以每一集的数据都不一样。哇！哎、欸，不公平啊！伊搞更神鸟。那个一张。这个有点像是跨服战。哎，你说这些很猛，就是这样子。欸、所以那个是跨服战、欸、啊，传说中的跨服战已经有了，是不是？那真的有趣耶、欸，真的。